大家好，这里是智力快车，我是陈怡，这是丑丑。好了，大家看到我们智力快车换新装了，没错，我们的规则也变了。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六位小朋友来参加彩虹大作战，他们将分成两个颜色的队伍。那我们一共要经历三关：打打打、抢抢抢、选选选。三关结束之后，分数最高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参加彩虹大作战的两个颜色方阵的小队员们。妖妖妖妖妖生显妖，一同一同一同拼搏，可乐可乐，结局可贺，一队出场，胜利在手。大家好，我叫李美瑶，今年我七岁了，来自锦绣之州锦州。好了，那接下来该我们的王圣杰了。打竹板儿，笑开怀，欢天喜地走上台，走上台笑嘻嘻，先来介绍我自己。我叫王圣杰，今年整六岁，学过主持河边，来自天津卫。天津卫以海河潮，三岔河口娘娘庙，进门美味有三绝，包子麻花大炸糕，多才多艺不敢当，兴趣广泛我阳光，将来不为读书赢，发挥不好您多批评多批评。嘿，真棒。哎，但是王圣杰，这快板是天津快板吧？嗯，是天津快板吗？那咱们是不是得用这个天津话来说一段啊？会说吗？你是天津来的，不会说天津话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会。妈咪，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教一句简单的。宝贝儿吃了吗？可乐，你学一个。宝贝儿吃了吗？还是有点北京味儿啊，还是烤鸭的味道。好吧，那爸爸，咱们是不是平时跟孩子就是在家时候不说这个天津话？基本上还是都说普通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家、在单位、在外面，基本上普通话还是比较多的这块。普通话比较多，那看来我们普通话普及的特别的广了。这个天津有没有就是属于天津地方的这种儿歌呀，或者是，哎，童谣，就孩子们能唱的？你小时候唱的？有。那你给我们来一个呗。来一个。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爸爸。看王圣杰带头鼓掌。瞎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只耳朵竖了起了来。哎，继续呀、啊！爱吃萝卜喝白菜，哎，蹦蹦跳跳真可爱，哎，真可爱。哎，真是有特有味道，我觉得其实。好，该你了，彤彤。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一彤，小名叫大彤。别看我瘦瘦的身材，但是我有一个聪明的大头哟。我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黄队吧，好不好？啊，看看你们的这个作战的队友是谁。神秘黄马褂，智力扬天下。什么叫身披黄马褂，智力什么赢天下？穿黄色的衣服呗。好吧，那我们知道了，穿黄色的衣服。那智力呢？什么是智力？就是有智慧。有智慧。好，那我们有智力的话，要它有什么用呢？每次考试都能得100。我们拿这个分数能干嘛吧？就老师会表扬他呗。老师表扬你，然后你会怎么样？你很高兴，就不会被爸爸骂。原来点在这儿呢哈，不会爸爸经常骂你吗？忘了还很机智啊，哈哈哈。一会儿我就问问你们的爸爸啊，你们现在还没有自我介绍呢，对不 对？口号说完了，队长先说。好，大家好，我叫薛小木，今年5岁了，大家可以叫我木子木，是沐浴阳光的木。爸爸妈妈希望我成为一名温暖善良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内心都充满阳光。好，谢谢。哎呀，今天这里来了一个小太阳。好，大家好，我叫李纯义，我今年7岁半了，我的小名叫壮壮，因为我以前不强壮，以前不强壮，因为以前比不过我弟，他是弟弟，对，你是哥哥，对，啊，对，怎么比不过他？哪些方面比不过他？打架。木子，你觉得这两个哥哥？他们就因为一点小事，他们老争吵还打架，他们这样好吗？不好。他们应该怎么样？你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商量，不应该打架，商量比打架好。好了，那行，黄队、程队我不认识。老师，他还没介绍呢。我又落了一个，我的爱好也没说。你们俩长太像，我以为这个介绍啊都介绍完，来来来，该弟弟了。我的爱好，大家好，我叫李纯浩，我的小名叫亮亮，我今年七岁了，来自北京，我的爱好是下象下棋。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关，打，谁先来答题呢？他。哎，你说了不算，咱们要通过游戏。来评出来谁来答这个题，可以选择自己答，也可以选择让对方答。你们两个队呢，得出一个队员。规定时间当中，看谁播出来的蒜最多，咱就算谁赢。三二一，开始！我咋太快了？好的，好的。哎，你看这个剥蒜呢，它不是一个力气活，它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这个手艺活啊。好，成功！我在。现在可乐已经剥了两颗了。我在剥一颗。看看你们家谁干家务干的比较多？妈妈。哦。妈妈。好吧，那爸爸帮妈妈吗？不帮。不帮。那爸爸主要在家做什么呢？睡觉。睡觉。最后再有十秒钟啦，各位，10 9 8 7 6 5 4 3 2 1，停！好，我忘四个，我们可乐播了三个，哎呀，这个蒜都给它抠成这样了，你看这个也是，这都有一大芽都没了。那可乐是吗？那我们来看看可乐的哈，对比一下。哎，你看看可乐的，你看，刚才挺要快还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完整性。那这一关你觉得呢？是不是你的可乐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后面还有比赛，对不对？这才是一个开始。好，来，两位小朋友擦擦手，谢谢。刚才我们这个成队赢得了答题权，那你们现在来选一下，是你们先答题还是让他们先答？我们先答。好的。那三位小朋友准备好9道题，大家依次来答题。李美瑶，下午的3点是15点，对吗？3 2 1，对还是错？对。正确。注意答题时间啊，如果你答题超时，我要算你错了。好，王胜杰，花生是长在水里还是土里？土里。正确。田一桐，妈妈的妈妈是奶奶，对吗？错。是谁？我跟他一块说的。好，是正确的啊，待会我们再告诉你答案。好，李美瑶，猪八戒曾经是卷帘大将，对吗？对。错。王胜杰，老虎是哺乳动物，对吗？对。什么？对。正确。田一桐，鸭子脚没有蹼，对吗？不对。不对。正确。李美瑶，春眠不觉晓的下一句是处处闻啼鸟。正确。王胜杰，篮球比赛有守门员吗？篮球没有。正确。田一桐，乌贼生活在陆地上还是海洋里？陆地上。错误。海洋。乌贼生活在陆地上吗？海洋。海洋。海洋里。林美瑶，猪八戒是什么大将？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不是卷帘，不是卷帘大将，他就是天蓬元帅。对，是天蓬元帅。哎呀，哎，卷帘大将是谁？你们能告诉我？卷帘大将也是在那个片儿里的人，就是那个老扛着行李那人是谁？沙和尚。沙和尚。对，他以前就是卷帘大将，记住了吗？记住了。该你们答了，来吧，李春义，做好准备，开始你的第一题啦。紧不紧张？紧张。听着我们的音乐。哎，你紧张了会怎么样？紧张的时候你怎么办？紧张的时候深呼吸。深呼吸，没错。还可以什么？大声的笑啊，缓解一下压力。看你弟弟替你笑了。哎，别拍桌子。好，来来来，来开始啊。第一题，李纯义，
道。发生火灾要乘坐电梯马上离开，对吗？不对。正确。吓死我了。应该走楼梯。郑亚木，小满是24节气之一，对吗？对。小满。正确。李春浩，两只兔子几条腿？四条腿。八条腿。八条八条八八八八条八条八条。好吧，正确。来，李春一，你别高兴啊。足球比赛没有女球员，对吗？不对。不对。正确。猜的。紧张吗？猜的。猜的。哎呀，可乐提示我。哎呀，队员还提示你，这么好啊，好友好的比赛。来，接下来，沈小木，国际儿童节是几月几号啊？1月6号。什么一月？十六。三。六月什么？二。六月一月。回答着6月1号，61嘛，对不对？好。你还挺会鼓励自己队友的啊！来，下一题哦，李春浩。在我国14岁就可以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对吗？不对。不对。对。还带个弯儿。对还是不对？不对不对。3、2、1。不对。回答正确。最后一轮，李纯一。李白是哪个朝代的诗人？李白。唐朝。正确。我好瞎猜哟。是靠猜的吗？我都知道李白。李白是唐朝。对，唐李白。白居易呢？白居易。我接着问他，白居易呢？你再给我猜一个。李白是唐朝，那么简单。你就知道李白是吗？我只知道唐。我在问他。我们知道双胞胎。我妈妈告诉我过唐朝还有杜甫。嗯，没错，唐朝有很多。还有孟浩然。对对对对对。唐孟。哎呀，我觉得你。还有李峤。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瞬间觉得我走到了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好，来，我们接着答题。沈小木，下面这道题是你的。二胡是弦乐器，对吗？不错。错误。来，最后一题，李纯浩，蒸饺子不需要用水，对吗？不对。不对。正确。蒸饺子是怎么蒸的？水里。先到咱们蒸水里，把什么？停，一个一个说。就比如这是饺子，这是馅儿，那皮儿哪来的？然后还有就是在面上面团，都擀。谁擀呀？你们家包饺子谁擀皮儿啊？奶奶、爷爷，合着都是奶奶爷爷干活呢。馅儿调什么馅儿啊？一般都是豆条。你们爱吃什么馅儿？肉馅、素馅。这你们家得包几种馅儿？两种。啊，馅儿谁拌呀？奶奶都擀皮了，谁拌馅儿啊？奶奶谁吃饺子？我。好，奶奶干活，你们就负责吃了是吗？对。哎呀，我觉得现阶段我们小朋友也只能做到把奶奶做的这个美食吃下去，是不是？第九题，木子你答错了，对不对？对。嗯，二胡是弦乐器。你见过二胡吗？没有。回去让爸爸妈妈给你找这个图片看一看，好不好？嗯，二胡是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啊。好，来，现在第一关结束之后，我们来看看每队各得了多少分呢？黄队8分，9分呢？我们7分，我们成队是7分。接下来要进入这关叫什么？奖奖奖！我再仔细说一下规则，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看一些这个片子，对，有片子，有图片，或者是其他的，你们要认真仔细看。那么在我说题目的同时，你如果觉得哎，我猜出来陈怡姐姐要问什么，那你就可以随时摁抢答器，不用等我说开始，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抢了，但是你没回答正确，哦哦，对不起，我要扣分了，扣分了，扣分呢？所以这个抢答是有风险的，准备好了吗？那好了。第一题，请看大屏幕。3、4个月左右的小老虎们不用再吃肉末了，美味的肉条
更适合他们。起初，小老虎还有些害羞，眨眼的功夫，两只小老虎就争先恐后地吃了起来。还没有人啊，我开始出题了啊。请问，片子当中这两只小老虎的年龄是多大？好，成对。4个月。四个月，好。再看一下片子。你这方法不错，我觉得。那咱们再看一下。3、4个月左右的小老虎。3、4个是对的，然后是对的，3、4个月都可以哦。瞅瞅，给他们加上一分。下的这道题呢，还是跟老虎有关。哎，仔细听，下面哪一项对老虎的描述是不正确的 ？A. 老虎是哺乳动物 ，B. 老虎是食肉动物 ，C. 老虎是犬科动物。啊，黄队抢到了。老虎不是犬科动物，它是猫科动物。哎呦，好棒啊！谁是犬科？犬科动物有哪些？犬科有狗。狮、豹、豹，还有那狼，狼，狼是像猫，长得像猫还是像狗？狗，狗，到底像谁？狗，狼，那狗是什么科？狗是狗科，狗科，熊科，熊科，熊猫，犬科，犬科，狗应该算犬科。狗还叫什么？犬吗？犬科。哎呀，那狼长得像狗，所以这个狼也是什么科？犬科。对，犬科动物。猎狗也是。哎，谁长得像猫啊？就是那老虎。老虎。哎，对呀，还有老虎。老虎。对了，还有没有？豹子。豹子。豹科。没错，这三个都是猫科动物，咱们记住了吗？啊，那我。真棒真棒，加分了吗？瞅瞅，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看片子了，仔细认真哦。小金丝猴好像有点怕水，先是用手拨了几下苹果，让苹果慢慢地挪过来，然后准备用双手拿起苹果。可是水对小金丝猴取苹果的确有障碍，再加上小金丝猴的手太小了，小金丝猴并没有拿起这个大大的苹果。请问，金丝猴一只手有几根手指？哎呀，黄队又抢到了这个答案。五根。你到底要几根？五根。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属猴类，正确答案就是五根手指。哎，接下来我们还是跟金丝猴有关的啊。金丝猴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哇，又抢到了。你赢的。谁？我觉得是3级保护动物。三级保护动物。我心里我想也是3级。三级保护动物。好的。你们觉得这个保护级别当中，这个哪一级是最高级的？一级。好，那金丝猴是。没错，听队长的是吧？啊，来来，坐好，听。这吧，恭喜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答对的，但是最后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对，是一级，那很可惜，我们只能减去一分。我们先减分。我们想的是一分。呀，好自觉，谢谢。哎呀，壮壮太厉害了，别整了，赢得起，输得起。现在你们多少分？等我来说。好，我们成对。我怎么该小梅呀？我们这个差不多。他们9分，没关系。他们7分。两个环节了，咱们中场休息一下，咱们喝点水，补充点能量。课间休息时间，哎，我们刚才喝了水，对不对？对。啊，那爸爸妈妈对你们嘱咐了点什么呀？没有。陈怡姐姐，哎，我妈妈跟我说，如果输了，别让我就是不能那样愁眉苦脸不开心。对，咱们没输呢，咱们还有一关没答题呢。对，他们马上
是你说什么？我为了给你们下马威才行哈。可乐要发威，来，我们让这个悠悠他们队先选，好不好？嗯，你们先选什么？动物。可乐，你们为什么要选动物呢？因为我比较擅长动物，反正我海底动物那个认识的最多。哦，海底比较擅长海底动物。这个题啊，是考察你们对动物的了解。我们要请一位队员站到场地中央来，谁来？我。我们让丑丑拿上题板来。这道题呢，是我们两边的队友呢配合一边比划一边猜。你看到题板上的这个动物，然后你呢模仿出来，但是不能说话，然后让他们俩猜出来是什么动物，明白了吗？是只能用动作吗？对，只能用动作，不能用嘴巴说，也不能发出叫声。一共是八种，但是你只要答对五种就可以，好吗？好，请看第一个，这是什么？猫。猫。好，正确。下一个，牛。牛。好，正确。下一个，太棒了。下一个，狗。狗。嗯，再看一下，瑶瑶再想想它有什么经典的动作，模仿一下它的那个，它的特点，它长什么样，什么地方，什么部位。大象。大象。我什么都没说呀，对吧？好，正确。下一个，兔子。兔子。再想想，狗还有什么？狼。狼。这什么？马。看下一个。好，好，正确。来，下一个。马。马。这个刚才兔子。想一想，狗。裤子。裤子。裤子。好，这都能猜对了，天哪，太厉害了。五个了。这个什么？咱们挑战一下。青蛙。青蛙。嗯，正确。好，我们把它答完啊，看看他们一共能答多少个。这个是什么？老鼠。一，鸭鸭鸭，太厉害了吧！你们这队最后一个有难度哦。熊熊，你再表演，来，再给你五秒钟，五、四、三、老虎、二、一，好，来，时间到，那黄队，你们谁来模仿这个动物？来，成队接着猜啊！站在这边。不能发出声音。星星。对，星星。对对对。回答正确。好，恭喜你们达到一分。耶、yeah, 好了，可以回去了。加。来帮你们加一分。有分呀、哦、彩虹圈圈。好了，现在该你们选了。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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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上道具。那这个是什么？你们看见了？枕头。枕头应该怎么样？套枕头。对，它外面应该有个什么？套子。枕套是不是？哎，没错，我就要考你们，谁会套枕套？我会。你没做过，他没做过。我会。我今天给他做。哎，你没做过，弟弟都说你没做过，你怎么就会了呢？有自信，让队长来，他的家务活最。凭什么我来？我和哥哥来，我们都哥哥来，只能有一个人来。我来，他来，他家。那你们快商量一下，到底让谁来？他来。我当队长，我都不会放假，没见过队长，求求你了，我都没见过你。队长，求求你了。我其实也能套。那你觉得呢，队长？你是让他来还是自己来？让他来，你看队长多好，给你一个机会啊，让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个自信，好不好？来，准备好，来锻炼一下身体，来活动一下关节，哎，经常不干活。五六七八，好嘞，行，三分钟啊，如果三分钟里面你套不上怎么办？减一分。你说的。好的，三二一，开始。对，大家加油。三分钟啊，可有时间限制的啊。老师有几分钟啊？那这样吧，爸爸妈妈，我们场外提示指导一下，好不好？几分钟啊？爸爸，你不干活，你还敢提示？就使劲往里塞。啊？使劲。使劲往里塞。爸爸，把你的这个一字真言再说一遍。使劲往里塞。你不应该让他干。使劲往里塞。
哎，爸爸，咱们有没有别的这个办法？你这都纯靠力量取胜啊！你把枕套弄平了，对，往里蹬。我给你扶着床。等等，我不，我扶床，我还扶你，我跟你讲。我来，我来。呀！啊，你的字。还有一分半，那、我看爸爸不行，那妈妈呢？没有妈妈，妈妈没来，奶奶，奶奶上家里干活最多是奶奶，一只手攥着前边，一只手蹬着往里边飞，哎、对对对，跟奶奶说的靠谱，撑，一只手撑着，一只手往里飞，我不懂你的意思，对，就这样，就这样往里飞，快了，快了，瞬间不懂了，还有三十秒钟啊，快快加油，完了完了，太高。先把我，你试试，你加油。杨老师，你先把我们一个火瓶点了吧。好，倒计时了啊，十，我去，九，你先把我们八一个点了吧，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哎呀，时间到。已经套了，来，大家看一下套成的枕套。接下来成队，体育，体育是吧？对。好，谁是体育小健将？那可乐来这道题。随便。好，来。可乐来吧。足球。哦。看看我们怎么玩啊！谢谢丑丑。可乐，你呢？一会儿呢？我们正式比赛的时候呢，你踢两次，有两次机会。那么踢倒的数量总数加起来超过四个就可以，好不好？那你现在先来试一下，我们离近一点。好，好，试吧。哇，好棒，不错，没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啊。三、二、一，开始。哦，好，这是一次啊，踢倒了三个，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超过四个就可以啊，这个比较有难度啊。哇，掌声在哪里？太棒了，运动小健将！哎呀，中国的这个足球希望就在你的身上了，可乐，加油！未来的吴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橙队加上一分。现在我们橙队比黄队领先一分。如果必须答对了，哎，所以这道题你们如果答对了就打成平手，如果你们没有答对，那么他们就获胜喽。嗯，一定要打平，来打平，平。如果有平局，我们就要加赛喽。来，成语“守株待兔”中的“株”指的是什么？有选项啊。A. 树桩 ，B. 高墙 ，C. 水井。说吧，树桩，树桩，树桩。好，这道题呢，我们黄队加上一分。成语，加赛，还有加赛，加赛，加赛，加赛。现在我们要进入加赛时间。好，请两队轮流说出两条腿的动物，轮流说到谁说不下去，谁就输了。成队先说，不能重复啊，说过的就不能再说了。来，成队，鸡，人。鸭、鹅、鹅、猩猩，该你们了。啊，猩猩也是啊。猩猩是啊，是两个。猴子、长臂猿、长臂猿、金丝猴、长臂猿也是。金丝猴。好，金丝猴。袋鼠、大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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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喜鹊。好。孔雀、企鹅、孔雀、公鸽子、鸵鸟、鸽子、企鹅、企鹅、鹦鹉。鹦鹉，老鹰，我们离不开鸟了。八哥，三，天鹅，二，天鹅，鸭，五，鸭子，鸭，乌鸦，乌鸦。那你这乌鸦从哪儿冒出来的？五，四，三，孔雀，孔雀说过了，孔雀刚才说过了，一，三，还能说出来吗？我呢？对不起，时间到。你们没有说出来，所以呢，我们最后的赢家就是橙队。好，恭喜橙队。同样，我们也恭喜黄队，今天表现非常棒。我们第一次出现了平局啊，你们真的能力好强大。好，来，我们黄队的小朋友也将得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一份。好，下次再战，好吗？好，那么我们有请橙队的小朋友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
快车小博学奖牌，来丑丑，来我们丑丑都准备好了。哇，好棒啊，李美瑶！谢谢陈怡姐姐，不客气，谢谢。来，可乐，好，表现真的很不错啊。还有我们的田一彤，那接下来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你们回答对了12道题，是不是？所以你们有12件礼物哦。所以呢，我们的礼物就会在那里。我们现在一起去期待礼物，好不好？好。好，来，跟我来。礼物快来吧！哇！哎，你们想想怎么分啊？这些礼物每个人都可以拿自己喜欢的。拿哪儿去？好了，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哇，有满满的收获。惦着金钱的小朋友，你还等什么呢？智力快车，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陈怡，下周再见。再见，小朋友们。